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没有，党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党变的形势越复杂，工业代表请举手。请通过。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增强学习贯彻科学。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会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取得的各项成果，必将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